你说你怎样？自从男扮女装之后，不知道去男厕还女厕。他拍下来。我知道为什么他那个他趴去男厕的时候，男生会吓一大跳。来，麻烦你再刷一次给我们看来，你今天刷一次吧。对啊，他要再刷一次。对啊，快点来再演一次。再演一次哦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你，你是演家暴是被打还是打人那一个？被打。被打的，啊，你的漆都掉了，漆都掉，对啊，啊，你头发也上发胶哈，有，好来，麻烦老公上去打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等一下哦，安静哦，紧张时刻，哎 ，hello， 紧张时刻也在吗？来，请 ready go， 你说什么？接起来，接起来，啊你。